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HSK 汉语课堂，我是陈丽。今天我们来学习工资还挺高。来看我们要学习的词语。葡萄酒，葡萄酒，葡萄 grape。味道，味道。艺术品，艺术品。Art, 艺术。吸引，吸引。富，富。穷，穷。作者，作者。父亲，父亲。看法，看法。完全，完全。使。使，接受，接受。而，而。招聘，招聘。好像，好像。挺，挺。适合，适合。工资，工资。Okay, let's learn some words and grammar points more. 吸引。这个电影吸引了很多观众。很多时候，人们是被那些特别的酒瓶吸引了。Be attracted by those special bottles. 被那些特别的酒瓶吸引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段话。这种葡萄酒不仅味道好，而且每个酒瓶也都像一件高级艺术品。Like delicate artworks, 像一件高级艺术品。很多人愿意出高价购买它。Buy the wine at high prices. 出高价购买它。很多时候是被那些特别的酒瓶吸引了。Now normal speed. 这种葡萄酒不仅味道好，而且每个酒瓶也都像一件高级艺术品。很多人愿意出高价购买它。很多时候是被那些特别的酒瓶吸引了。请回答这个问题。这种葡萄酒比较甜，是艺术品。酒瓶很特别，是当地制造的。答案是酒瓶很特别。我们再来学习一个语言点。Now the grammar points of the second passage. 使 somebody plus verb. 这使他对金钱有了兴趣。这使他对什么有了兴趣？这使他对金钱有了兴趣。中国人常常说，谦虚使人进步。中国人常常说，什么使人进步？谦虚使人进步。而 has many usages.Here, R connects two elements opposite in meaning that show a contrast. For example, 人们不应该为钱工作，而要让钱为我们工作。年轻人想都没想就拿了
最大的一块，而妇人自己吃了最小的一块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段话。Now the second passage.富爸爸、穷爸爸讲了这样一个故事。The book Rich Dad, Poor Dad tells such a story. 作者的父亲和朋友的父亲对金钱的看法完全不同。The views on money, 对金钱的看法。完全不同 are totally different. 这使他对金钱有了兴趣。最终 finally, 他接受了朋友的父亲的看法，也就是书中所说的富爸爸的看法。人们不应该为钱工作，而要让钱为我们工作。Now normal speed. 富爸爸、穷爸爸讲了这样一个故事。作者的父亲和朋友的父亲对金钱的看法完全不同，这使他对金钱有了兴趣。最终，他接受了朋友的父亲的看法，也就是书中所说的富爸爸的看法。人们不应该为钱工作，而要让钱为我们工作。好，请你来回答这个问题。什么使作者对金钱有了兴趣？作者的父亲和朋友的父亲对金钱的看法完全不同，这使作者对金钱有了兴趣。富爸爸对金钱的看法是什么？人们不应该为钱工作，而要让钱为我们工作。现在让我们来听一段对话。先看问题，这个工作的工资是多少？ Salary, 工资。2500、3000、3200、3500。好，带着问题我们开始听。你看，这个怎么样？图书馆招聘人。在哪儿？我看看，好像挺适合你的。3500，工资还挺高。那我先发个电子邮件吧。这个工作的工资是多少？我们来看看对话里的难句。Let's read some difficult sentences in the dialogue. 好像挺适合你的。工资还挺高，挺的 is often used in spoken Chinese instead of 很。让我们再听一遍。你看，这个怎么样？图书馆招聘人。在哪儿？我看看。好像挺适合你的。3500，工资还挺高。那我先发个电子邮件吧。这个工作的工资是多少？好，现在请回答这个问题。这个工作的工资是多少？3500。好，我们复习一下。葡萄酒，味道，艺术品，吸引，富，穷，作者，父亲，看法，
完全使接受而招聘好像挺适合工资。你会不会为了漂亮的酒瓶而买酒？我不会，因为我不喝酒。你呢？再见，下次课见，加油。